主料，甜豆200克，火腿3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甜豆渣洗干净，火腿切片，锅里加油烧热，把火腿片码入锅里煎一煎，火腿两面煎黄后装盘待用，锅里有鱼油，倒入甜豆翻炒片刻，途中加少许盐炒，甜豆断生后加入煎过的火腿片，翻炒均匀即可关火，装盘，一道快手小炒甜豆火腿片完成。烹饪技巧，大伙儿都知道火腿是人工肉制品，多食无益，可任何食物都要搭配吃点。在挑选火腿时可让店家介绍好品牌，自家吃的甜豆肉鲜脆口，适合快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